我去，这哥们杀了八个，挺狠，挺狠，挺狠。看来这回我要拿出我真正的实力了，我要去制裁他。现在的话，我掏出了我的 NN94。我去，那哥们竟然敢灭我们的盾！好，先扔个烟雾弹。反正我现在不玩狙了，这烟雾弹你该扔就得扔。然后闪光弹，这里有一个，先击倒一个。哎，直接给他补了。我怎么感觉现在玩穿越火线就跟玩吃鸡似的，对吧？这你先得击倒一个，然后再给他补了。等会儿，鱼刹车，大哥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还有人，你看还有人。是不是在这儿？这边没有，这是自己人呀？难道是在对面？等我过去，等他们出来。好，看到人了，这里有一个，哎，先击倒。杨哥，我现在枪法挺准呀！再击倒一个，再击倒一个，再击倒一个，还有一个没有子弹了。不是大哥，我击倒三个，赶紧过来补枪啊！门口，门口，你过来补他。完了，还活着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上去补他。多一个右手黄枪，右手上去补他。你怎么打的枪？我这直火啥意思？完犊子哟！完犊子哟！不是，左边左边都打成，哎，还好赢了，还好赢了，都打成这个样了，再干不过对面，这你是不是有点懵了？这回的话，咱们换一个行动方向，换一个行动方向，咱们走这边过。哎，他们以为我会走水里。其实我是走这边过来了，哎，击倒一个，不是大哥停火，大哥，我去，我不敢冲了，我再冲下去我就被我队友乱枪打死了。等会这谁打谁呀？看看对面家里，这里有一个。哎、哥们儿，你还打，把我打死再拉起来，把我打死再拉起来，别打了。先救起来。把我过去。不拉起来。等会儿，哎，先击倒一个。踢死他！踢上了，还有一个，踢上了一个。先把这个给他补了，不能让他救起来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在哪呢？我感觉这回打得好顺呀，这回咱直接冲就行了。整不好的话，杨哥，我现在我都以后转玩爆破了，我不玩生化了，对吧？你看杨哥，我现在技术确实还挺好。我现在我差一点我就拿个 ACE 了。这对面好像还自己人打自己人了，不，这啥意思呀？这都他们输成这个样了，还要闹内讧？好，先扔个手雷，再扔个闪光。这里有一个，哎呀，我去，你还想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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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天我踢死你，踢死你！哎 ，ACE 回来拉我一下，回来拉他一下，他不在我旁边啊。掉包。好，这里有一个，看到一个活的了，漂亮。现在我是 ACE， 我这回杀的还挺多，那咱们接着冲。哎，趁着有这股劲儿，咱们直接冲下去。中门四个，不用管他，咱们来一波绕后。哎，再扔个手雷，哥，完美的炸着我自己。好，看到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大哥再见，大哥再见，不玩了。拉我一下子。不是，刚才被踩尾巴这哥们儿，这怎么老是要拉他呀？敢不敢过来拉我一下子，哥？不是，他怎么老是倒啊？打死我，打死我，来拉我一下。行，你过来坐。好，这就赢了。在这个模式的话，当你残血残的还挺多的话，可以让队友先打死你，然后再拉起来，这样的话就会恢复一部分血量。好，这回咱们换上这个黑骑士。好，走，冲过去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
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-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-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一会儿咱就抢不着人头了，赶紧走。看到一个了，在这里，上去给他补了。哎，我就完了，有两个人。哎，大哥干他，大哥，不用管我。这怎么还是我呢？哥，扶一下子，还有我。这怎么又倒了，这哥们儿？好，踢他，先踢死一个。完了，这回好像冲太快了，对面还有两个人，我们这边倒了四个。对面还有两个能活动呢。好，赢了这回，还挺快。好，现在的话再打最后一局，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游戏了，是吧？那咱们再冲最后一把，看对面桥上有没有人。没有人，那咱们直接扔个闪光弹往前冲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拿炮的，知道他在这儿，哎，先给他补了，然后拉回来。等会儿谁打我？不用管了，咱直接冲他们家。看到有一个，哎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大哥你别当子弹呀，大哥。好，拉起来，先拉起来，拉起来接着冲。不是，这自己人呀，大哥，停。嘘，到底谁打我？到底我在打谁？完了，我刚起来，啊，一声我就躺地上了。那咱们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这回咱们打的还算不错。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，那就点点订阅，搜索水木千阳旭解说，然后点个订阅，感谢支持，拜拜了。